哎，对了，我听叶芳说，叶阿姨要把你介绍给国华。国华这个人特别好，就是那天在什刹海你也看到了，国华的心思在另外一个姑娘身上。那你呢？我那天你不也看到了吗？我也喜欢一个姑娘，现在我已经找到她了。那姑娘长什么样子啊？她头发长长的，眼睛大大的，笑起来特别好看。哎，她笑起来啊，眼睛弯弯的，好看极了。那就祝你们幸福了。这都什么时代了，还搞封建那一套，现在流行自由恋爱，不只是不听父母的，天儿哥的，国华的，我的，甭管是谁的，你都别听，你就听你自个儿的。我之前确实碍着很多人的面子，有天哥的，国华的，甚至还有黑子那帮人的。可是最近这段，尤其是天哥出事前跟我说的那些话，我仔细的想了一下，我觉得他说的话吧，也不全对。咱们俩这事儿，也不是他撮合就能撮合成的，关键还是。关键是什么呀？关键还是得看你自个儿。我不管你现在是不是在犹豫，还是有顾虑，我都可以理解。我也不愿意给你压力，国华他也不愿意。我们兄弟俩吧，之前你谁也不认识，多了解了解也不是坏事。我相信国华的心思也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事儿到最后还是得你自己决定。我们俩都等着。春生，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好，我心里明镜呢。之前为了气你，在冰场是我不对，但我的心从来没有变过。春生，你应该能懂。记得我说的话，记得给我写信，一天一封，不准再想别的女孩。收到，收到。